您今天相声华容道表演者郭德纲。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。我们要给一个人的掌声。太拍了，我给你拍了吗？都认识，哎，著名相声演员吕谦。不是吕谦，给谁介绍的？不是吕谦，姓什么？姓于。于，对，你确定？你不先确定，我肯定确定。鱼字都会写，鱼字鱼字鱼字啊，左边一个马，右边一个虎。咱说的还是鱼，你不说鱼吗？鱼的是啊，还是鱼啊？鱼老师呢？没鱼，没鱼，你说是白讲了呗？对不起，今儿没有鱼了呀，今儿没有鱼，没压根也没有鱼料啊。于谦，对了，对吗？啊，于老师，人很好，台上来说呢，很一般。那么厉害，要很一般就不用介绍了。啊，这个业务水平，这个没有办法。自古以来，演员就是如此，参差不齐。是，有人高，有人低，你都要求一样，高攀不落，那也不可能，不现实。对，但是这个不妨碍大伙儿跟您交朋友。人性的尊严，你专业如何？那该说，咱们说台下。对，台上是一般，我承认，但没有诋毁您的意思。台下，咱不是台上。我让你挂过来了，是怎么样？不是，我不管你，不管你多大能耐，但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可是实话，过奖了啊！如果说不当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，那么完全得益于我自己。老是那么别扭，我很努力。是，以后不说我，不介绍我，就别让我很低头一点。我说完了，单字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啊！浑身是铁打几根钉的，没有人家帮助到不了今天嘛。真的，所以说我也郑重其事感谢一下我的夫人。有你啊，说我呀，没你我早就红了。我这搅过来了是吗？开玩笑，别于老师很厚道啊，大伙都知道。你看我站在台上的时候，那个开玩笑是不急不恼，那是因为这个生气。不，我这刚说那儿急了，脑门也捋在那儿啊。其实挺不容易的，怎么着？涉猎广泛，知识面很宽，你必须那儿走。是演员的路是杂货铺，都得知道，什么都得知道。嗯啊，跟台上无论是遇什么话题了，侃侃而谈，都得说得出来。没事就多看看书，爱学习，长知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我个人来说就是比较爱看书。哦，您喜欢读书？对，尤其是古典文学，好，我最爱。是吗？比如咱们这个四大名著，四大名著干嘛呀？四大名著，著作，著作，对，四大名著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个《红楼梦》对吧？《好说不听》，郭德纲相声，郭德纲单口相声里，有的当里还有那说明书。
什么呀？飞燕雄鹰队。我们说的不能不就《红楼梦》说对了。你不能这样诋毁我。你这个人的质量有问题。明年三月份你盯着我。三月份是对，十几号。我这么多东西，讨厌吧？你说不打名著，我们开一只小玩具吧。开玩笑，不打名著嘛？不知道，嗯，这个谁不知道是吧？《红楼梦》对，还是这个《红楼梦》，大伙都知道，后台好多演员，有一个说相声叫徐德亮。北京大学，北京大学，北京大学出来进去出口成章，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啊，毕业生高兴，前些日子交女朋友啊，后台好像有人就是他这个感情努力，真的自个儿有干这事儿，演的那个那是知识比咱广啊，挺强，怎么样？宁在瓜下子做闺女，风流。瓜下子那个娘们是王老庄的。看《红楼梦》，看入迷了。每天后台一翻包啊，啊，红楼梦准有。哦，那一篇篇不大数。偷玩啊！你们看《红楼梦》啊？看看，我们跟一块儿一块儿高兴，一块儿聊天。哦，有时候一个看书在后台，哎，张爷该上了，不，看完这边儿，呀，挨着吧啊！就是这些人看穿呀，看这有太太，年龄大了吧？不，都不长，你知道吗？还打混干吗？打混，还吃小绿衣服，我就打混干。我说跑啊，殉葬去，对吧？殉葬去，谁葬去？雇俩朝鲜人给你勒死，对吧？朝鲜人手有帽子，吃狗肉，就喜欢肉啊！他家他姐姐看着，他姐姐看着，他姐啊，他姐姐。看《红楼梦》受启发，就我这么写啊，儿女情长。他也写，看完《红楼梦》就根据自身的经历写了本《青楼梦》。你看这都看过吧？我说姐姐功能也挺精的，于梦仙嘛。这人不喜欢，我喜欢就是《红楼梦》，爱看这个，这也喜欢。爱情大众，还有那个《水浒》，还有《英雄侠义》，对，四大名著。过去说少看《水浒》，对呀、啊，小孩别看《水浒》，容易打架，看文学家。对，但其实来说呢，也未必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们后台，后台有一个最软弱的人，谁、啊？李菁，就爱看《水浒》。英雄侠义，勇敢，面对这些不良风气，啊，爱看武松，都太如此，是啊，天天的教育人也是，你咋能这样啊？你看武松大义凛然，对，壮一个英雄，嗯，天天别说，好啊，家还辛苦，一推门媳妇进来了，眼都哭肿了，干嘛？干嘛？坐公共汽车遇见流氓，流氓太可恨了，趁人多伸手偷着摸我。北京习惯，讨厌，我也没过啊。你报警吗？没有，没敢说话。你看看水浒，水浒这怎么了？看看武松，看看人家一百零八将、啊、有流氓有坏蛋，你不能害怕。那怎么？你在这儿害怕，你是助长的。那大声的喊出来，怕什么了？哎，叫出来啊！又不信世上有好帮你吗？正义吗？记着我这话啊！大声的喊出来。对，转身又上车，恭喜这流氓去路。是，刚上车又来流氓，伸手摸他媳妇儿。哦，媳妇儿刚往后头一琢磨，李菁叫我喊，喊吧。别活动。
看这西游记啊，我是不喜欢看西游记，对呀、啊、看西游记很感慨、哦、我觉得我自己很像唐僧，取经的路程很漫长、啊、一路坎坷、哦、而且好多大妖精小妖精总惦着吃我，觉得我很像唐僧，您下以后你光叫僧哥就行，挺好。而且这西游记你看着像是什么鬼怪神话啊，其实里边人情味很浓，本家高猪八戒你唐僧成猪八戒就跟家长溺爱孩子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一个章节猪八戒问唐僧，问师傅，你看我是不是天下最丑的呢？哦，他师傅说我是第一丑啊，丑的不行了。唐僧眼泪都下来了，马姐不能说了，你去问问观音，观音大观世音菩萨，猪八戒哭出去问老观音，大观音那儿出来蹦蹦跳跳，高兴师傅，你事儿去呀，叫玉谦，有天德。
我唱这些年，我一到这儿我就忘了这管事了。我就是原词儿，把词儿都忘了啊。很多曲种都有啊，这个尊重大夫可能唱三国唱那就更多，像当初这几大流派 啊刘宝全先生，对，张小轩，包括胡适、宋骨或名扬，都唱过三国传，对，胡须不派这种段子居多，刀枪剑啊。我们北京德云社在前两年的时候演出啊，是曲艺啊相声都有，对，当时有一位尊重大夫艺术家叫赵同光啊老先生，张同林先生的名字，对，14岁为毛主席演出，对，被称为小刘宝全，唱得好，唱三国段子特别好，嗯，嘴里干净，刀枪剑也好看，是唱的华人道特别贱，嗯，您学这三句怎么样？学的怎么样？你确实是很熟，嗯，听这边，我言关公打手的华容道，再说曹操同赤壁鏖兵往营而逃，正往前走，有条出路，可笑这个周郎他这个计不高，头一笑叫赵云杀了一个逃跑，第二笑北张飞他妈当一个混破晓，又往前走，抬头看前边的火焰烟火路上高，哦，诸葛亮并没派华容道，只需张生只和我逃，我今天定要走华容道，我不看诸葛亮他这个计龙刀，往前行，耳听得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三声炮，真地动山有摇，命亏两家人人用这刀枪放光袍，二郎那个的胸似虎，好似天神娘，九霄悄悄点500刀手，手把这个大旗空中摇，摇望飞白二软将，将中主帅80刀，照在那大阴衬衬心甲，甲内掏掏九五，古铜金放光袍，袍带昆仑这个什么剑的龙角刀。刀兵龙龙风头和鸡头公一包宝大号的抓紧魂魂了冷冷一声响，神鬼都怕头好黄老爷我都知道，还怕何老爷赤壁之战这个曹操败了华容是比你关公了，对，念在想当初这点交情放了曹操，放曹操这叫华容放曹，对，前段时间我们大伙板串唱赤壁之战的时候，德云社我们也唱了一回这个就是华容道，对啊，我认为吧，反正是各个剧种其实都唱关公戏，还得说是京剧是最讲究那大戏，是不是，嗯，你看其实河南豫剧人也唱豫剧，但他那个关公可能就稍微粗犷一些，都是吗，啊，河南豫剧打营销的时候跟关公唱连多少才多，我还更难过，好像关公扛着裤子到铁锹似的，下地刚回来，哎，自个儿一个过，京剧是最讲究啊！啊，北京来说，李元春先生啊，啊，什么这个袁小海老师是啊，过去老前辈，唐运生，嗯，啊，李万春，都啊，李宏春，周锦芳先生都唱。一般来说，关公的唱不是很多。更多的时候呢，要这个公家很肃穆，哎，在舞台上，关公被称之为神，神哎，后台说的是老爷戏，那叫关老爷，关老爷。过去老先生唱这戏，关公跟台上没有报名的，不报名，不报名。哦，旁边打仗那边也不能说你是关羽，不行。哦，来自哪一支关公？属关公。其实不符合情理，是吗？但是过去来说，有一种迷信的心态在这儿啊。关公叫老爷，不直言名讳。对老爷唱，他一般都激昂亢奋，叫因为黄道林那句，怎么办啊？很不好，把人家唱特别好听。您学一啊，这么一个市场。
评戏要唱的不就差吗？评戏不行，演爱情啊，这类故事比较多。老爷戏，那老爷不容易，不像老爷。不像老爷，你想个道理吧？评戏要唱老爷，啊，我听都胖子打架，你小爷齐放，逃逃跑啊，这挺好啊。评戏来说，这儿得起大调。哦，当个女儿当。你要想，这叫啥劲儿？
怎么办？哎，借用对过的高台阶那家人养小狗，他们小狗骗来了，摸着玩，吃吃吃，看一吃，看小狗一点一点一点都吃，吃完跟着玩，哼哼哼，开门给狗放出来，他跟着。那是都死了，太晚了吧？这个早饭，哎呀，早吃饭啊！我这怎么办？你赶紧吐出来，吐出来没事儿，吐不出来，这怎么吐不出来呢？啊，这孩子一盆可喝白尿尿呀！于老师，你喝了吧？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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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吐完一眼泪都下来了，太难受了。那个狗死的时候惨吗？太惨了，大卡车趴下。就这几年还挣了点钱啊，
那今天多不易是吗？啊，你拍电视剧，拍戏，挣钱是忙活过的，都是一天到晚。你这两年怎么钱了？好多人突然间看了，不是做节目去了，演电视剧咋还说相声了？你刚认识我也就是，知道吗？这十年不干那些，我们活到今天，是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活得很好，还能说相声。你头天认识我，转天看我演电影，就认为我说相声。他天天跟这儿说，你没看见过，是不是？你像于老师，就那些年多不容易啊！包括孩子，于老师一岁就归爷爷奶奶看着，我没时间。当初一会儿两口子吗？到现在孩子七岁了，跟爷爷奶奶特别亲，跟他差不多。你想去吗？真的，一见面你活着过来，孩子抱你。看看孩子担心，孩子你看这么小，这爹妈忙顾不过来，爷爷奶奶都八十了，是老太太七十六，弄个孩子，这天从这么大摆了，怎么办？不容易，咱真宠着，终于让他能溺爱。这是结尾人疼结尾人，这是实话。对啊，他爸爸乐意，一看这孩子完了，得要心给乐，要心不还得乐乐。我得到了，办好了，来宝贝儿。